刚刚呢已经体验完了登机手续，过了海关，过了安检，也体验了他的商务舱的贵宾室。我很少会投诉，可是这个呢就有点失望。食物方面呢选择性还蛮少的，我喜欢的酒精呢也是很少，觉得工作人员呢非常的不友善。过海关跟安检呢我大概花了40分钟，商务舱的乘客呢是没有快速通道。登机口附近呢是有的装饮用水和洗手间，你的 power bank 充电宝就不可以带那种容量太高的。登机前呢是没有任何的广播。柜台的员工脸都超臭的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就前往我的位置吧。今天我的座位呢是会在靠近窗口的12L。你好，咱们之前有人第一排。Hello, outside parking。12L 是在这里，我的位置。先看看上方放行李的地方呢，就上面已经有了那个被单。好的，那我的座位呢就是这里啦。这里呢会有电插座，还有那个耳机的插座。那耳机呢已经是放在这里了。那座位的后面呢，当你平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这个阅读灯，还有调制座位的按钮。那这里的它的枕头呢是还蛮厚的，蛮喜欢的。这里不可以放东西哦，起飞的时候。这里会有一个 USB 插座，这里是不可以拉出来的，但可以放的东西。拖鞋呢是在飞机起飞前呢就已经摆置在这里了。座位对我来说很宽大，是大概动的刚刚好，动得到这个叫什么我忘了。在椅子的旁边呢，你就会有阅读的杂志、呕吐袋，还有这个安全卡吗？你们叫？遥控，娱乐系统的就在这里，座位的控制也是在这里。要把托盘拿出来呢，就是从这里拉出来，它可以往前往后移。就把它打开，那就是你的餐盘了。拖鞋的质感呢还蛮好的，好舒服哦。其实这个是可以按下去的，所以你就有比较多的空间，或者是你的手你要放低一点的话，你可以调这个的高度。现在来看一看那个平躺，它是一个按钮，有点慢，平躺的听度还蛮舒服的。那我再把这个调下来，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。如果需要阅读灯的话呢，就可以在这里开1、2、3、4个亮度。我很少会在飞机上看戏跟戴耳机，可是这个的质感真的很好，还蛮喜欢的。我觉得这个的设计有点问题，就很不顺手。
刚刚尝试的那个鱼呢还觉得蛮不错，可是觉得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是有鱼骨的，所以在飞机上吃这个要很小心哦。谢谢。谢谢。我的晚餐终于到了，又点了一个蒸鱼冬菜蒸鱼，忘了是什么啦。它还配了一碗白饭。现在来尝试看它好吃不好吃，先来尝试它的酱汁。很好，不会太甜。鱼肉呢？哇，很开心，好好吃。那个鱼本身很新鲜，酱汁不会太咸，很适合我。菜色也蛮多，有萝卜，有木香菇、荷兰豆、莲藕，还蛮多的。就纤维很均匀。现在不客气了，继续的吃咯。吃完了晚餐主餐之后呢，就会有水果和起司。空服人员也是很好的，就帮我搭配了红酒，那红酒还蛮好喝的。不客气咯。普通，不是说到很好吃。刚刚呢喝了两杯白葡萄酒，在续杯的时候呢，空服人员就推荐了我喝红酒，然后才发现他的用意，其实白葡萄酒也喝完了，所以现在改喝红葡萄酒，好好笑哦，酒鬼不要打国航哦。他的被单真的很厚，不懂是不是因为是冬天的关系，所以还有那么厚的被单，还是一路来都是这样厚的，非常的保暖。那通常我都喝很多酒，那身体会发热，我都不用被单。拜拜拜拜。终于都抵达新加坡了，整个航班呢可以说是舒服啦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投诉。只是饮料方面的话呢，那个香槟就在迎宾饮料之后就已经喝完了。娱乐系统也还蛮不错。我的那组的空少空姐们呢都处理事情都处理得非常的好。如果有机会再叫我搭中国航空公司的话呢，我还可以再考虑。